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是第20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8强战的对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唐伟昕九段和韩国的朴廷桓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依然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盘棋呢，是应该说是高水平的对阵，因为朴廷桓是韩国的排名第一吧，是吧？是的。唐伟昕也是前列，那么这盘棋也是比较精彩。我们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这个朴廷桓之黑，这个唐伟昕之白，两位都是九段啊，是的。小目，对。唐伟昕呢，这可圈可点呢，他就是在三星杯上表现特别突出，已经连续2届都打入了决赛，他拿的就是三星的冠军，得的九段。对，他有一次是拿了冠军，上一届呢，他是输给了李世石，他三星获得了亚是军，比较有缘分。确实，好，我们看呢，的确是有缘分的。这盘棋下的，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黑棋现在挂这下个，得很好，挂角，这普普通通的，正常进行了。白棋脱退，脱退，普通定式，这是唐伟昕之白。两个小目这样的对阵，这后面就，我们挂他角，先挂的这他也个，没有去占，一般那边高挂的也很多，就黑棋这个高下发，来高对的对是对，这吗？样，但是当然这个也可以了，断掉，白棋断，这个定式都没什么特别说的，都差不了太多，胜负都不在这个不地在方，这儿，然后这个手脚，朴廷桓走这个。朴廷桓呢？你在韩国现在排第一，比李世石排第几啊？李世石在李他后世石第二，面，那么你想想，那他实力就可以看出来啊。而且他朴廷桓这个第一已经延续了很久了，好几年了都，你看看他，不用再多说，那他是第的，一位就一定相当能说明问题了。没错，这个走这个呢，这也是一个常见定式，这个最近出现率很高的是就是这样，一拖呢就去往这儿拆二。大家都喜欢这么下是吗？都这么下，就像，流行那个，就像流行一样，服装流行，大家都好坏先不说，先反正都大家反正都都这么来，下啊，都就这下。么来，你说一定好，我也觉得很难说，这只是一个现在目前大家比较熟的一个下法。对，现在呢，白棋顶顶是最常，你如果扳他会连扳，现在是他顶立一个，这另一最个，常见的了。然后白然后，棋要在上面跳一下。对对，跳这个也是，不走嘛，有什么冲断等，他就并一个，并一个，我觉得并在前面比挡回去肯定要好一些好一点，也可能吧，这关键是下一步，他也没有加工，直接在这儿，唐伟昕走这个，这个呢，这个在唐伟昕之前他也下过这个形状。也被人家奸，他自己奸都有下过，所以这个定式他们比较熟，看起来他们有都很研究。熟练，是对吗？对对对，他力求我看他就是走一个简单的，他们把重心都中盘的作战呢比较重视啊。对，是的，然唐伟后黑昕棋是爬的这个，这是一个长，哎，拐，拐，扳住，对，然后爬一再个，爬。对对对，这个是常规定式。这样呢，黑棋。跳回家，白棋呢主要是落个先手，能抢到那面位置。白棋他这个不担心人家搬出来吗？现在暂时他不怕，不暂担心就时是。他先可以放一放，因为他这个地方也有他的，你即使搬断了，他是能够活脚，暂时不怕，他是走那面。他先拆了这个，是。我们看他拆的地方也挺有意思，离他稍微远点儿，不是紧逼的那种对，一般是往过来一路。比如说他逼没到这儿，对对对对，他是往外要缩一路，这个唐伟昕这个是不是什么研究什么路子不啊？清楚。他是不是考虑到这面有个扳的问题？我们看他实战吧，这个地方他后面的精彩啊在后面啊，比较我们主要把重心放在后面啊，但他走这个，然后他就撞了一个。现在立刻横靠，当时看到这步棋的时候，我有点吃惊，说实话，一般是不让靠有的点嘛。吃惊。你个撞人家是往上立一个，这个从棋理上说，你这个其实是不太合适啊。这个，你帮着人家走，
这个呢，我想他就是想什么，瞄着刚才你说这个班，想搬断，想在这儿做点文章，应该是这样。嗯，他又贴了一下，贴一个好。这两步棋，如果说那不能出棋的话，我觉得他损失还是挺惨重的，几乎帮人家把这儿拆四都围。对呀、啊，他自己得的很少啊，很少。木薯，为什么啊？我们看看为什么。然后呢，他就在这儿动手了，先搬断。对，是这样。白棋长一个，长一个，黑棋接上，接上，拐住。这个实际上你只要吃，他就说我这块棋你只要吃不掉，你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也是，你如果挖粘的话，你吃不掉。嗯，如果你比如说你要这个硬锅走掉这个哈，如果这样，那我这挡挡就活了。哦，肯定你那分段没啥意义。是的，是的，是吧？嗯，他，所以他这个棋就是说，就白棋可以大胆的在这儿走。嗯，好，这个棋。这个棋黑棋对黑棋之前，应该说怎么样搞出头绪呢？对，嗯，如果说他这个地方他不能说，哎，我扳断了之后，这两步棋已经都很损了，这靠和贴毫无疑问是把人家围控了，这个扳和粘也是下在里头的，你这现实的目数一目没看到，人家走在外面是有用的，你那棋子老是搁在没用的地方，总不合适吧？这个不合适，嗯。然后实战呢，他直接挖断，刚才刘老师已经说了，他不对啊，他不行，是吧？要挖断，那还不如这个粘之前是白棋能活，也都没什么，嗯。所以他实战呢，他下了这个，飞一个。这个不理解，这个你要那这两个交换完了再飞有意义吗？这个棋你吃起来很累，他走这个，他白棋不会再去粘了，也不会去虎了。对对对。他就去紧气，嗯，是吧？对。他是走的这个吧？白棋挡住，挡住啊，挡住！你要断这个没啥意义，打他这个，搬这个线，这儿有个冲，是的，这有个冲 是吧？挡住他可以断一个。对，这断完你看、这个一搬你怎么办？这挡不住了，这麻烦了是吧？嗯，这个有这漏洞，你吃这个没啥意义。嗯，那怎么办呢？他这个棋你吃这个这么小，我怎么觉得老是那么宽广的地方不走，就老拘泥在这个地方老是没完没了，那没啥意义啊。对，我怎么觉得朴廷桓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的嫌疑，就非得好像把人家扳断了不行。对，这盘棋好像感觉不像他那个力量行，韩国第一人就这么下吗？这个棋我怎么觉得在这个地方老是纠缠着，应该在宽广的地方在战斗，他力量很强、啊、我们后面看啊。是的这个唐文兴也是个力量棋，这个我也比较了解这个唐文兴，他是个力量棋，尤其是后半盘非常强。我看了他围甲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后半盘，他这个后半盘看着不怎么那下的招可能不怎么漂亮，形状也不怎么优美，是，但是我觉得他招你要后半盘很管用，你要是以为能拿住他的话，你就已经你就错了，要出问题了，要吃苦头了。对，我们看啊，这个点一个，对，点一个是个眼尖的好手。对，总是先有点先点，你要粘上我就先便宜一下、嗯嗯、但是这个白棋呢他不可那么老实就犯，他就先冲一下。对，你跟你长交换我再粘上，那以后你留着这个味道。对，现在这个棋就是后面就因为这一点呢，他们在这儿就绞杀了，开始大打出手。对，他贴一个，贴一个也是要找你的毛病。嗯，其实这普通来说呢，白棋长一个也完全可以满意吧。不，他要那个什么，他就要这个时候唐文兴力量就我是不是能冲一下，他要那个什么了、他要狠的了。嗯，唐文兴就是这个强的地方，他要扳住他。对，他要强调什么呢？就是长的时候我可以冲到一下，这冲到一下差距很大，你自身也有问题，这有底下有拐断的问题，这个地方你的毛病还很多，差距很大、就是、很多。这个地方你走这个，我这儿一冲，你如果粘上，我粘上之后啊，这个地方我这有跳，这有点，嗯，这都是差很多，这都这个地方就有问题的，这有个点，下一步这个点就出来了，
那个把黑棋的形状给你冲没了，你的眼位你得忙着自己去补了。哦，所以他觉得这个冲到一下差距很大。对，他必须得纠结这个，要扳住他。所以他说是要扳。我得扳住你。扳他这个地方他不退让，力量也就在这儿显示了。黑棋长一个吧。黑棋断。黑棋断断，那就拼力量，那就拼力量。战斗宣告开始了。这个时候就看出他们的。两个人，这韩国第一人也应该有力量的啊！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很精彩。黑棋长一个，长一个，当然断完长一个是最正常的了。现在他是说你让你补一个连一个，他补啊，我要补得很。对你，我虽然我要对你这一块有个威胁在里面。对，走，这个长是这个时候长是。应该说是应该长，先手毫无疑问应该长一个，白棋粘上，对吧？对，白棋粘上。嗯。那么他这条棍子啊，在这儿长呢，我就说已经连回家了，已经连回家。你这个飞一个，对不对？他飞了一下，然后白棋跳。对。嗯。把二路跳，我反正回家怎么个回法？回的是哪怕没有目，我只要回家就可。对对对。主要白棋是要强调对黑棋这块棋的压力。对啊，靠一个也是试一台试试应手。然后黑棋挡了一下。对，这个挡一个是先手，否则这一打一力就把这个四个给留下来了。对啊，所以这个挡一个是很好，关键是白棋怎么补。白棋现在如果说你想补得稳妥一点，可以这样补。对，提掉。是补，应该。这应该说是一个稳妥，或者如果还要考虑厚薄的话，这个提一个也是很不错的。对。但是谭伟星走得很，他要连着威胁在里面，他要补的，要对不考虑这个自己身的那个目的问题，他是走得最狠的。我要对搬在这儿，你这个打呢，首先因为上面你这个打没关系，他说。我就提掉。哎，你力我给你能断掉。这个因为上面有气。断不开是吧？哎，我这个一路搬呢，你的眼位受到威胁。他这个补我认为是很强，也挺好的。好棋。对。是他的强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唐伟星的招，每一步他都是强调要攻击。对。啊、他木啊什么小木他就是一点点小力不在意，他说攻击为第一。是的。这个搬你如果打是做活呢，当然我先手插手棋了，他不走。然后黑棋跳了一个，对，他这个冲一个是也是让你有点不舒服，他很难受。对，你如果说你补起来接上不好，假如说黑棋接上，那他顺手是不是要把这个？不，他也实战就是接的，接的就是对，接是对的，他因为不接走哪个都不舒服。哦，是这样吗？是这样，对。我还以为他有点担心，他是没有没有，直接要搬他搬一个并不，他还留着这个还留着，我先不走，先不走，好吧。他不走，他是走的这个，震一个，这个看起来这就是比较乱局了，对，哎，双方搅到一起，这你说按理说这个黑棋让你这么补回来，这又打又先手，这儿还有点利用，应该说黑棋有棋可下，应该看样子是这样，对，有棋可下，但是他后面下的，我认为啊，这个尖他是实战这走的这个小尖这么下的，他是这儿拱了两下。然后再尖，那我觉得你这两个别交换，直接尖不可吗？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先从那尖两下。我提个疑问呢、我说，这个时候不就这样直接尖出不可吗？尖这个是吧？对，嗯，那几个交换何必呢？以后单压起来形状比那个要漂亮吧？应该是这样吧？这里这个尖有这个必要吗？对啊，我的话白棋他能怎样呢？我不明白。而且这个挖起来感觉它大不一样。挖如果现在白棋挖的话，那黑棋就打这个就行了。他怎么会去挖呢？对啊，所以说他不会挖。这个是就没必要去挖了啊。那个我不明白，这个棋应该说黑棋尖的时候，这不是正常作战，白棋就一定好吗？还很难讲。我认为他就这么直接尖，你尖他贴出来，可战。而且能显出这个朴定桓的力量啊，这个地方棋形还是不错的，可战。对。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去在这个地方尖呢，实战啊，实战，我认为这个地方尖，他尖两下毫无意义啊。
对，这个地方为什么这煎完之后再煎，这个形状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就拿这个唐卫星啊，有点这几招交换，我觉得亏的。对，没必要。你这个是撞在他的墙上，他正希望你这么走的。单肩压一个，那个形状是比较舒坦的。现在你这个等于这个形状啊，实际上黑棋这个形状是个恶形，两头尖。然后中间正好是点在你的腰眼上，这一挤你这是一个恶形啊！你还在自己去补断吗？对啊。对，现在白棋尖是这个棋，你既然出现这样的形状，奇怪的形状出现，那我白棋就正好尖出，显示了唐卫星的力量所在。他正好如鱼得水尖出来。你黑棋现在你看看啊，你是一个这种形状，下面还没活。对，没活。不太。你这个地方也要，如果被白棋长了，你这个地方怎么处理也是一个也需要处理，光弃掉舍不得吧？太大了吧？啊，太心疼了。对对对，那怎么办？除非你把这个攻掉，这个地方攻这一块棋很难，因为这个地方有眼位多多，这个地方你也毛病很多，很难。我觉得这个地方黑棋啊，这几个有点俗了，俗了，不像条金环这第一人这么下。我觉得他的棋好像下的有点别扭，整体来说。有点过于用强。 对，这个对唐卫星来说，你正好撞到他的枪口上。实际上唐卫星就是这种利器，你给他正得他的下怀，这么下他很高兴不得的，暗笑。他很高兴。很高兴。那么我们看吧，这个下面应该是唐卫星发挥的地方了。黑棋把这个先打掉了。他这个打又出现一个问题，又出现问题。他如果说他本来不打的话，这个拐不是先手吗？对，这个跟上面有不同。上面拐哈，我们说一说啊。如果不打这个，你比如说我单打这个，你提，对。然后黑棋可以单拐。单拐，你还得补。我要不然我立下去。哎，对，一立了你得补一个。所以白棋得补。他这个可以先手，哎，这个可以先手。是的，是的。那如果打完之后，就不同了。如果打完是吧？不，这个棋啊，还有就是这个，你打完了这个，先打这个，可以这样，先打掉，要打这个，先打，先打，先打，你不能立马，只能提。对，我再打，没问题。考验一下，让我，那我以后拐还先手。对对对。这个没有交换之后是没舍得交换出问题了。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我们看实战。那是不同的。不同的啊，后来就出在这个问题了啊，实战。黑棋打吃了。对。这都不经意间呢，这个让唐卫星使出强手，然后他打了这个，对对，打长再接了一下，对对对对，如果你再跟着来，他会顶，走这个，他走这个，你粘上，那么白棋比如说往前跳，这个里面就全部死掉，因为你断了，他吃这个，他立，对了，就不是提那儿了，是的。如果之前交换一下没问题，交换一下再这么下可以。现在因为你没交换，再打事过境迁，他有一个立的好手，不是这么下的了。哎，他因为没有走到这个之后呢，现在他就没有再进行不下去了，这被他吃掉，这吃得很干净，目很大。那不能插一手棋，你这没交换插一手棋受不了啊，差距有点大，所以他不同了，他走的什么你看看啊，他先靠了一下，因为那就不一样了，长，对，长，然后他再打吃，再打吃，他没想到人家立了，立了，他一下子没想着，这是不是拐不着了，你这拐是后手，你再贴过来人家顶了把你吃死了，你这个时候拐是后手了，是的，这你在这个地方插一手棋受不了，只是多几目而已，那没关系，对，更加的不同的是啊，他觉得走完这干脆你那我的再便宜一下吧，再拐打一下，他更没想着啊，这个时候唐卫星继续脱先，他没想着，他以为是先手，然后遭到人家拐出去了，再提的时候再来一个一路立，再立下来，这个棋啊，两个一路立啊，你还这个棋还顺利回家，连回家，你怎么着都没有办法粘，他干再粘，他能一路粘回家，只是你的木便宜过瘾木而已，但是呢这个棋自身太重，
如果你都被吃了，你这个便宜半天没都没用，全部都一锅烩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棋啊，这两招棋，朴丁桓韩国第一人就没想到唐伟兴有两个一路力的妙手，他大跌眼镜。这我觉得朴丁桓可能状态是不太好。他没想到这个力，你没看见已经很失败了，这打掉。这个力还没看见，人家已经立了一下了。我相信他是没注意，还没看见。我相信他没注意。嗯，这个棋下到这个时候，嗯，你只是破一点空而已。你现在但是你的负担太重了。对。这个棋怎么办？他现在拐了一个。对，拐一个，拐一个是我要不理这一粘一走一打吃有个接不归的问题，那儿有个断啊。嗯嗯、但是他更狠，他补在这儿了。这招棋他是没想着。你要吃了它能提，你看你还只能这个吃。它提到那边去了，把气延出来，你这都这个气延出来了，它一步本来是应该补回去的，一路补回去的，嗯，它补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棋黑棋真的是要没法办了，实在是不太好办，没法办了，没法办了，这个棋让黑棋真的是要有个收拾残局的感觉了，怎么办呢？这个棋，我反正不会下了这个棋。对啊，这儿你已经被人家拐出来了，这三个子还没交代呢，这块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力量再强，然后这儿也不对，真的是不好办。你前面欠账有点多了，嗯，两边有点碎。所以这个一路力很致命啊，看起来两个一路力都没看见，这绝对是致命的一件事。是啊。那接下来这棋黑棋要怎么收拾呢？这孤棋怎么办啊？有没有好的办法？对呀、这个要考验他了。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继续讲解。好，待会儿见。嗯。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三星杯八强战由朴廷桓对唐伟兴的对局。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到这白棋刚才在底下提了。白棋提这个他提这个呢你看补这个接不归。嗯。又威胁这个黑棋这一块死活。现在黑棋难局。对。黑棋啊就是要怎么样处理。你看这个棋啊这块棋你不能不管嘛。这块棋没有活。嗯。怎么办那是只有跑出来。而且这块棋啊这个形状黑棋有点裂，那个地方也有点裂，这个地方也要处理。现在黑棋怎么来处理？朴丁桓这个韩国第一人，应该说他相信他的力量，但是呢，唐伟兴这盘棋下的很神勇，这个棋正常的实战就是总是要往外走，先冲出来再说，必然的要冲出来，对，先把头跑出来。现在来说是。先跑出来再说。白棋现在看怎么样来冲击黑棋的了问题。现在呢，如果你只是这样吃这个，当然能吃掉，但是他还不肯。后手，你看我们看实战啊。吃这三个子，他是花一手棋不值是吗？他走得更妙。他走得更妙，他是挖一个，哇先让你选择。如果你只是这样。如果这样，他走这个，提掉，走这个，接上。现在变成了白棋的先手，他等于说省了一手棋，省了一手棋，你只多一个眼，我省了一手棋，这样比刚才好了。白棋比刚才更加的先，刚才是黑棋动手，现在白棋动手。白棋，那你大胆的跳出来呀、走什么，那都是可以下的。嗯，那这个是不肯，那怎么办呢？您当的时候啊，是吧？挖的时候。怎么办？黑棋他不肯呢？不，刚才不肯，他只能吃这边。所以他只能吃这边。对。但是吃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就是白棋可以把它断开了。现在。对，我们看啊。啊。可以断开。他走之前呢，他更狠的是什么？先冲。你看他的算路很厉害啊。断一个，这个不是损的吗？是损的。如果你吃一个，他多一个拐。多一个拐。它上面可以拐，它就是要一个这个，哦，你不管粘和提都可以，哦，最狠的是提了，是吧？这或者就都一样，嗯，提一个啊，提掉。现在呢，这个黑白棋会走这个，这个黑棋现在很难办了。不，它你只有提这个，
提掉吗？只有提掉这个，你不提被它粘了，它下面死了。下面被断掉了。对，你这个棋也得粘，拼命粘。嗯。这个，因为它有了一个这个棋呢，它来一个狠招，他说我要全吃你。哦，还能这样？这样要全吃，要全吃你。哦，这个够狠的。这个。啊，你这个打吃我粘上没有用。对啊，我这不，你现在没有用了，现在只能这个走这个。冲一个，然后冲。对。对。嗯，现在怎么景气啊？他就团这个，对对对，嗯，你这个还先手，这个是先手，你走这有接不归，你再一路连一路，哎都行，就可以就算这样。好吧，就这样。哎，这样的话，你最狠的是挖了，你打吃的话，他会贴。你打，他会贴这个，他气太长。最狠是这个了。单挖一个。单挖，他虎一个。哦，现在还能虎啊？虎一个。现在气太紧了，是吧？啊，这个跑出来他会断。嗯。大概这样。最俗的话，他就这样。你大概这样。打吃，他粘上。再搬一个，搬一个。搬一个，他猴一个。但搬一个就白棋可以。不，就猴一个就行。哎，他这样两边。他能够，你这个长打了也不行，这个打他是粘上，一二三四五，嗯，这可不能算，一二三四对了，够气了，对，正好差一气，黑气。他现在是一二三四，白棋呢一二三四五，他已经快气了，对，就说这是最笨的办法，他已经把黑棋给拿住了，嗯，就最笨的，就不用说再追求一些别的长期的方法，不用想了，那就是说。这个要是肯定是黑棋不行的，是的，你这个棋筋被吃了，那就无从谈起了，是吧？对，这个，所以这是黑棋的失败图了，嗯，哎，就他就是说我因为我这个段就是这么个一直算路下来，就是给对方装上的套，但我就是我是段一个，你如果吃，我大概就会往这厢前面呢推进。一路走下来你就不行了，但是这个段的时候啊，黑棋这个朴定桓呢，他居然是最大的忍耐力，他就补在这里，被白棋便宜了。便宜就便宜，我先把这个先。你要这么刚才走到我有一个哇，还能够说事儿，还能够行，还能够给你拼。嗯。但这个棋就是走成这样，就已经被白棋便宜这么多，够忍耐的。对，那这个先便宜完了之后呢，白棋走什么呢？冷静，先虎一个，自补了一下。他说你这个，对，都已经走成这样了，我就补一个吧。就可以了，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哎、先，这面也有征子，征掉是吧？先把自己补厚了，接下来你这毛病一大堆呢，这儿有几段，这块棋还没交代，这底下是三个子弹。是啊。那黑棋也不敢呢，黑棋他得补一个，就要吃一个。对，这个棋总不补是不行的。这个地方他下巴太多了。对，要不然被人家挤断，人家立刻就要你命啊！补的那个，这下面也能下来。嗯，补一个，这个棋白棋这个便宜的巨大，这马上也可以争子也可以，但是他这个争也是非相当大的，但是他都还来不及那面还。有更大的，赶紧先跳。那面还撒不了嘴呢，那面更大。那黑棋也不能这个被吃啊！如果你尝这个被他这么再补一手，那个就太大了，全部给摁进去了，那面变成白棋的了，空不够。嗯，但是黑棋这块棋如果只是单纯的往外逃跑，比如说这样，他往外贴，他再尝，他就尝。对，你这一个人贴的很，这个是比较笨的啊，这个办法不好。对，这个你如果只是这一味的跑出来之后呢，你顺着它，你自身还忙着这笨办法，白棋的形状太好了。白棋这底下随便走一个，你这三个子不差不多了。他就跟着你走就行。啊，就往前走。哎，往前走行。嗯。你这儿去忙着补段去吧。嗯。这个前面真的，我就觉得这主要是前面这几个太笨拙了。他吓坏了，这形状不对、啊、这棋好像就下得越来越别扭、形状不对啊、不能这么这棋下得硬干、啊、这虽然力量很大、韩国第一人，但是这么下的话对唐维新来说这有点对唐维新太没小视他的力量了。他看看他的时代，他小尖是
应该是比较强的。你要搬呢，他有个袜，嗯，他给你这样走的，应该是。他要跟你拼，哎，拼不错的，在这里黑棋好歹还有点气，要不然从这里搬了还可以压过来。虽然这个形状也不见得多好，但是呢，总比那个贴硬，对，比这个贴自己一个人往外贴要，哎，比那个强，走强多了。对，他得拽着你。长一个，对，这个是比较狠，也不用袜断呢，他能够给你吃掉。哎，如果单虎背的长并不好，单长是最强。嗯，哎，这个现在白棋呢，就是中间我也要，那个也要。就是我这个棋筋呀，你这挤一个我就粘上。嗯，这个棋筋呢是我必须要，不管是再艰难，我反正只要有个头，有一个缝，我也钻出去。现在就是这么下的吧？对，是的，他，然后黑棋袜粘了。袜粘好，那个地方定型。那么你这个袜粘之后，白棋也干脆就把你这个吃掉。吃掉，哎、你其实他白棋，反正我吃掉也好啊。是。哎，目也得着呢。嗯。是吧？嗯。这个黑棋就是说现在，他小尖了一个吧？小尖一个，中间他主要是现在他最让白棋难受，就是白棋这一块他怎么攻这个？那白棋这个形状是不太好，但是你在暂时来说，我让你最委屈看看，你白棋怎么办？就是这个尖可能是让他最难受的，因为你用强不得。你贴一个吧，你现在只有贴扳，这个时候你拐被他袜断了。这因为黑棋气长，所以你没法跟他杀气。对，这白棋气是很紧，外面只有两口气，所以这里不能动。这个小尖扳是让白棋嗯比较难受，这个时候的你的必须要忍住这口气。是的，就算再难受，我就不能用强，只能苟出去。啊，怎么也得先跑出去。先，因为这个跑出去才能攻他的左右棋。是的。对，他就拱出去，然后黑棋扳，黑棋是扳，对，扳一个，那里面因为有那个什么嘛，就最简单的，我断打这一跑就把你这三个子吃掉了，对，嗯，一跑吃掉了，你要如果说白棋敢断的话，嗯，我先粘那个，先粘一下，那个、对对粘，然后挡住，再扳他一下，扳一下，扳一下，扳的这白棋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棋就是最。最那个什么的啊，那就比较那个什么了。他直接打吃，直接打吃就行了，不要那个断了，直接打吃就行。直接打吃都行。对。所以这个肯定不行，这样。对，直接打吃是最好的。现在那个他就希望你断我粘上那个地方，你白棋有可能出问题，但是白棋他不会那么听话的，就把你断了。这底下明明是有毛病的。但他有毛病，有一个前提，如果说你直接粘上这个黑棋，他粘上这个挡住，如果我不要这两个的前提下，你扳是扳不动的，我这你了不起挡住你。这两个不是棋筋，对，这两个可以弃，我不要就没事了啊。对，但你断了它，由于它是棋筋，它就不行了。嗯，现在白棋这个地方就先不使劲了，是这个被黑棋摁了两下啊。有点稍微是难受了，那这个是黑棋得分了。这个地方摁的他，只有拱着硬着拱着一个头出来，让白棋黑棋的效率比较高。嗯，但是他缓过这口气之后啊，他反击了，他是这个，白棋断，他是竟瞄着这个呢。对，瞄着这个。你刚才袜这事儿还没说完呢，你这袜完了不是欠一断点吗？对，他要瞄着这个棋，这个是他的力量大的。这个黑棋难受，确实。黑棋你选择，你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不就提掉，要不就粘上。提掉他这一段还先手。然后还要断打这儿。哎，对，打先手，那上面还得上面就基本上都解除危险了。是。最狠的就是这个，最狠的就是实战、这个。粘上。哎，他让连，这样呢，我上面还能借力一下，下面我活了即可。嗯。这是最狠的，这可以。然后黑棋这样断了一下，啊，断一个是你的先手，哎，这个没问题。他断完了，为了先手提到这一下。对对对对，这个不走这一粘一走接不归、是吧？你再补回去。然后白棋提，白棋提掉补了补回去。他这里呢，他就不要目数了。他本来按目数说，他应该是断在这儿的。嗯。但是呢，他断在这儿，虽然差两步棋，但是他提掉这里就不一样。对，那个就看作你的，这个没事儿。这个就算看作是你的，也不需要那个了。你早晚你接着你先手，现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欠一手，是的，黑棋还不干净。你随时这个白棋跳下来，你这块棋总是欠着东西的。嗯，
现在你可以先在上面便宜尝一个黑棋，现在因为这儿你都是，那你搬也没有，先尝尝，我再就硬着来。他就扳住他的头，扳着头，再猴出去，当然也可以，但是稍微形状难看一点。那我总想走得更好一点呗。对对，加一个。啊、这个时候形状稍微，因为现在这儿有两气，你挖不了，或者我还能加一个，加一个，反正我怎么着我能跑出去，跑出去就胜利。因为下面后面你这地方欠着，只有我跑出去，你这个欠着才能还账。嗯，这儿也有断，也有断，你自身的也有毛病。嗯，白棋这个是我觉得对的。对，是吧？对，就看起来呢，白棋的下法没有一下子把黑棋就好像就把它摁死了，没有，没有。但是呢，他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棋把木收住了，然后把那边都补强了。这块棋也出头了，就慢慢的棋都下好了。白棋的实战手，嗯，他这个是唐伟星对这种实战手特别擅长。哦，他是就是这个，哎，以实战达到目的为最先。对，是的，哎，他喜欢这样，这是他的棋。黑棋现在搬一个啊，反正我白棋只要出头不管了，你那个剩下你爱怎么便宜怎么便宜，我只要先把这个头出来，剩下你给我还账，这面还有这面的再说，是吧？哎，然后黑棋接了一个，对，你先接掉，因为不接他以后可能怕接不着，真的很有可能走、走不着。他那边如果是被打了什么之类的话，对这粘就走不着。他因为接完再长，这个黑棋下的好，这对。那白棋再打，那他这个就气就不长了。对，你要这个不接的话，提以后再就来不及了。接，是的。打这个呢，这儿有打断啊。黑棋跳一个。哎，对对对对，这个白棋把这个提掉，这就是这么个定型。我们看到他刚才接一个还是挺有用的。那这两个接当然是哎，这个点便宜，先便宜掉。那这个形状呢，还得黑棋还得补，不补这一飞就死了。所以他得小尖。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棋走成这样呢，也算告一段落啊，告一段落。白棋狗狗所跑出来，黑棋也是便宜，这儿也先手，等于是回家了。这儿我也跑出去了，看似也是可以。白棋呢，这儿是便宜了一大把。对。但是这下面呢，好像还欠着。但是白棋现在就把这个打掉了。对对对对，这个。这是一步大棋。这个也本身相当大，如果黑棋长。嗯、那打呢？实际上他是能跑的。嗯，你这个征子，你比如说你征子，我这个。但是现在他敢跑吗？对，现在如果这么打两下，对，他就卷出去是吧？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贴吗？就长一个，就他死掉了，好像。长这个。长这个吧。长好。长一个就死掉。这已经不好跑了，你要这么跑吧，这顺手一打。对对对对，你要跑完高兴一跑，我再长。对啊，你只能拐一个，大概是这样的。就这样。这样的话，黑棋的判断，我觉得黑棋好像不便宜嘛。不便宜、啊。这死的有点大吧？有点大。30目以上。虽然这儿吃了一下，但是那个吃完了之后，棋局基本上就结束了。太大了。没有可争的地方了，是吧？好像没有，不行，这也不行。这个恐怕也不太那个什么，不太行，所以应该说黑棋不敢跑，不敢跑是吧？黑棋不能跑，确实。那怎么办呢？这个棋先不跑，那就先这个地方按兵不动，先说别的，是吧？这个不跑，他就走点别的吧。走点别的。那现在看全盘什么地方最大呢？这里他走了一个这个。先飞压，那个当然不小。他是如果不走，如果补一个是本手，对，但是让白棋在那个地方动手啊，他不肯，他觉得形势有点落伍。这个地方跑不了，以后被他搬起来，补了被他搬起来，那你这个也没别的下，你往前走，他那后了，对，被他补，这个棋要输。所以这个如果长，这个当然很大，你跳了他就一路压过来，你上面还对被有。被攻的嫌疑，而且的确是要被攻。那怎么办呢？这个棋黑棋长，抢是也是要抢的。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白棋跳了一个吧，在这儿。啊，那个地方粘了一个白棋，黑棋先粘了，黑棋先粘过交换。对，他是跳一个，他想让你要挟，但这个跳呢，
实际上不是先手，嗯，直接动手可能也很强，很厉害，哦、嗯，跳一个，这是实战就是跳的，黑棋搬了一下，黑棋搬一个，对吧？哦、对。搬了一些个之后呢，他等于说这个段子他先不补了，防住了，不补了，已经不补了。他就实际上现在他这个地方欠一手，他如果补着一个呢，嗯，是正常的。比如说你提在这儿，如果提掉哈，如果提掉，白棋可能往前再走一走，走这块棋他得处理一下，那必须要走。你别把那个招就跳出来。对对对对对，这个棋呢就顺势攻略，这个棋就我觉得。往前走啊，还路还比较长、嗯，这个路比较长，是属于看还要看后半盘的你的能力，后半盘还得慢慢下，慢慢下，这个再把这个棋局啊再延续到后半盘，双方拼后半盘了，嗯、这块棋你还得有处理的要好，嗯嗯，哎，这块棋呢以后比如说怎么是不是怎么定型也都有问题、嗯、是吧？对，哎，这个棋我觉得差不多补在这儿。这个棋就是一个，我觉得是正确的下法。这样下的话，这个棋局就比较缓和一点。缓和，就慢慢下。黑棋也有可能会创造机会了。对、对。他这儿走一走，你那拐下去走一走，你这个棋是怎么做活还未知。这里呢，就是白棋是可以断掉它的，嗯、断掉它之后，黑棋可以做活。对。但是这样一来呢，黑棋这上面这五个子啊，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安全。对。所以全局来说，黑棋还是有点薄。对，有点薄。但是，嗯、这个棋呢，是它是一步棋，但是呢，它不肯。嗯。它实战啊，我们看啊，实战是走的什么呢？它这个棋，它走的是断。他要连木一起补，对，这个连木，这个把这个段当然比那个提要大了。你如果提我打完我补回来，我这都是木，那只是五六木棋。这个段呢，我连着木都一块都过来，而且我如果让白棋在这儿走的话，我这个地方以后还得补，收刮我几木棋呢做活。所以这个当然是第一感是要断的。当然能这样补的话，当然当然正好啊，当然是这样。朴元华觉得这个棋应该没什么棋了，但是。就是出在这个地方，哎、他万万没想到唐卫星在这个地方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来给我还倒出点东西。嗯，那么看实战，的确就出东西了。白棋跳，这个是关键，跳这个，嗯，这是最普通了，走这个、嗯、是吧？挖一个，对，是这个子应该跑不掉，因为你一铲我一叫吃。回家了，你那儿吃完，我这样应该一看没什么，嗯，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啊，嗯，白棋现在挡一个，挡一个，他没想到这个地方你还能出什么呢？那我提一个，对吧？嗯、好，这顺手劫财、嗯，再提一下，再提，这个你总是要打这个的，嗯，那我再来一下，再提，那这个顺手劫财，嗯，这是必然的，再提。对，黑棋得踢掉，你这是必然的。你看，没想到是这个，这一挡啊，嗯，这是先手是吧？这个地方气特别长，关键打这个劫，他可以提到这儿，提到这儿，他也没想啊。如果那个这个劫变得尤其大了，嗯嗯。现在我们看啊，你怎么说大呢？你不能被我粘上。对，那么黑棋现在能不能提这个？假如你提，假如说黑棋提、这个，我粘上，他粘上，对。你这个棋怎么办？粘这个？我粘这个好像也不对。对，他就挤这个了。嗯。你这个点，他就粘上了，紧不住气。关键是黑棋想做成双活，这一扳人家一打吃，你接不上这。对，这个棋黑棋意外的麻烦了。嗯。不好办了。对。你扳这个，他能打住。嗯。这个就麻烦了。是。这个棋不行，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招。是吧？这个棋怎么办呢？这个棋，哎，对，是这样的棋啊。这个棋该白棋了。现在白棋提劫，对、哎，这个棋这个劫变得特别大了。对，是的。这个打这个劫已经不行了。嗯嗯。那怎么办呢？这黑棋确实是比较头痛。这个是个关键。对他找了个劫财。他找了一个劫财是粘上先手。粘上。粘上好。接住。再提劫。
那白棋这儿也有劫材。对呀、啊，白棋是都有现成的，这儿断一个，这是劫材。断一个，这个棋它有一个妙手，哎呀，没这妙手还不行。这个断单断单断单断是最好的。嗯，你怎么办？你如果吃这个，被他这一吃，你看就回不了家了。他连回家了。对，这不能粘，只能提在这儿，那黑棋就提在这儿。啊，对对对对，他连上了。这个断一个，让你不知道怎么办，你看怎么办呢？那没有办法，这两个子我连不上了，现在。好，这个时候妙手。啊、嗯，是的，单断是好手。好，他就所之所以刚才要先搬一下，就是为了人家断的时候他可以单断、这个。大家都以为唐伟新看错了，没看出这一段，实际上唐伟新看到了。嗯，这个是找劫材，其实是、哎。实际上是迷惑，朴廷桓倒迷惑了，在这个地方没想到唐伟新会出东西。嗯。那个地方是妙手，但是呢，他居然一手让了一手，但是那一手也有价值。对他本来本身也断开也挺大的，开也有价值哦，确实挺大的。嗯、然后打吃他就提掉，提掉，这个是当劫材了啊、嗯，他把这个提掉，这个尤其大。对，怎么办？这黑棋黑棋只能是这个棋粘上了不得，他点的这个、嗯、是吧？他先收气，看你是不是粘上。他把这个粘热啊、嗯，这个棋你还不能走那个，走那个他一粘呢、啊，这个是这个气特别长。是的。气特别长，还没办法。嗯、对，这个棋，这个出这个棋啊，还是个非常紧的一个打气打劫，这么大大劫，是个大棋出的一个。关键是这块棋啊，这块棋不单单是木薯，还连着这块白棋呢。对，你把它吃掉，啊、这个就自然解脱你的危险，没有解除危险攻击问题了。不单是木，连着危险都有，所以这是棋筋加木、啊、特别大。然后它这儿也全部都啊，对，一切都全都厚了。对，这个是关键。嗯，那怎么办？只有这个粘上，这一粘上就要他命的、嗯，所以这他走这个。那这个来一下，掐进去。这个也是不得了啊！这直接，这不说打劫，他粘上你就连不回去了，对，就已经起筋吃 了，所以这个必须要提。嗯，那他顺手在这个还是个劫材，再一提。现在如果让白棋粘，你那个就已经掉了。是的。嗯，怎么办？找劫呀！找劫好，找个劫，打吃，粘上，粘上，再提劫，提掉，这是个要命劫。嗯，但是粘上，假如啊，假如是，假如黑棋粘上，黑棋粘上，好，那么白棋顶在这儿。对，这个棋啊，棋全死了。看看这个棋眼位在哪儿？没有了、嗯，这只有一个，剩下都不是眼了，就没有眼了。对，你在这儿走，如果你在这儿走，他一叫吃、嗯，上面没。也没眼了，连打劫都没有。对，那个死了的话，这儿他也不会死白棋。嗯，这个不就是这块？就把这个金都给在这、啊、连金带皮都吃了。是啊，这个就不行。嗯，这个就是说，只能去当，只能补，这是个劫材、嗯。毫无疑问，他你别看他走了一手油，但是他多出劫材了。嗯，哎，他白棋补这个，黑棋在补这个，必须补，他提这个。这个怎么办？这个劫材很重要啊！嗯，劫材很重要，这个棋特别的大。这块棋因为连接好几块棋，它是一个棋筋。对。所以不单单是木薯，还有厚薄的问题。这黑棋打输了，它有点无法承受啊。无法承受，你假如被白棋粘上，这个棋太大了。对呀、啊。太大了。关键它粘上之后，那还得赶紧走一个，不走的。不走，它走它还能粘上呢，先手给抓掉。先手抓掉，啊、粘上他可以急打，然后急打不急打我粘呢，哦不叫这叫后手对，这、啊、那都先手不那么先，直接那什么？是先手，但是问题是这吃了还是太大了，确实是。啊，对对对对，这个关键现在他没劫材，对这个是不能让他走的啊，他这儿还有个劫材，黑棋铺了一个，我这是个提掉，对对对对对，现在然后再提劫，提劫对，这是提劫，这个是个。主要是对白棋来说，这个劫不是非大赢不可。没有劫材了吧？啊，白棋他实在是靠了这个。啊，白棋靠这个劫材、嗯。嗯，如果你粘上他提，他没劫材了、嗯。对，是的。没劫材了。是，但是这一串也是棋筋啊。虽然说没有这一串目数大，但这吃通了、这个、白棋这两块、这个、薄的棋全都连上了。嗯、是的。嗯。那然后黑棋无奈的接上了，把这个接上了，啊、那个就死掉了。
是啊，这关键人家还不是断着吃的，人家还挤在这儿吃。这个都一样了，这个没，不只要出奇，这一手奇，它不管放在什么地方，嗯，因为它如果粘上的话，它本身还有两个，至少有俩劫财，对，有俩劫财不够，哎，劫财可能不够了，是的，劫财不够。嗯，那就这个就麻烦了，这就不行。嗯，这是走成这样，那就你不虽然这吃，你看这个白棋把这个吃了，那个都是白棋的空。对对对。那你现在那个角，你其实还没吃着，就算给你吃着都。你管它飞一个。就算吃着都不够。可以做活的这棋。这个中间这二十目已经掉了。对。啊。这个就是朴丁桓没有想到的，这个被唐卫星啊这盘棋给杀的。这么惨是吧？对，这个有点惨烈，看起来。没想到。这棋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白棋尖冲完了长了之后，我觉得黑棋这个靠本来这个下法就有点问题。不，这个地方作战的这几招，我觉得也损了。啊、哦，也损了。如果说他一开始不是说这个拼命想扳断人家的话，嗯、这可能就不是这样一盘棋了。这盘棋没想到他两个一路力。两个力。然后进行那么个作战把那个空给他舍一点儿、嗯、那么作战一下子黑棋很被动。对。这是唐卫星比较应该下的比较精彩的一盘棋。嗯。嗯。把嗯。黑棋这个小刚才您说这个不要尖这个往这儿直接尖。对对 对, 对, 对。那样就好多了。那好。至少这儿没有挖断呢。是。后来等于说被他拦腰从中间给截断了。对呀、啊、他没想着啊、没有想到是这样那个被。被这么个挖断法、嗯、就是说这个两个形状不对，这个棋唐卫星的力量是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嗯、对没错啊、这看起来这个韩国第一人朴廷桓这盘棋下的不是太发挥，确实、嗯、啊那么赢了这盘棋之后呢，唐卫星就杀入了三星杯的四强也就是半决赛、嗯、半决赛呢将以三番胜负的形式出现，那么四强最后进国棋手有三位，还有一个是李世石，我们只需要把李世石干掉的话，冠亚军就是我们的了。对，形势很好。啊、嗯，对，好，那我们今天的棋局呢，就为大家先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再见。